Hello，今天吃甜品。这个和这个，它的名字是那个巴斯克，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个。嗯，好的。这个毛巾卷，外面有一层巧克力。这个是梦龙毛巾卷。再来一个蒸蛋包，爆浆面包，再来这一块，这个也是那个巴斯克，它的名字就叫巴斯克。它有一些腰果吧，这是抹茶了。
拜拜。